再相逢，我甘愿放弃男人的倔强，将你对我所有的情爱拢藏在心中。了了才知影感情是多，你不爱需要坚强，若付出才输袂起女人的感情伤痛。心爱的不当悲伤，我会乎你一生幸福。该就下。小大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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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他听听。小大妹，妹妹，啊，你身体不是咧无爽快，哪会阁赶来？金大先生，拜托你，给我一点时间好不好？我会等你，等你回来。替我把这只手指搁挂起来。我现在需要伊给我帮助，你搁忍耐一段时间好无？而且咱嘛莫误会，伊对咱的好意啊。你还是甘愿相信伊？说啥去？我对你已经彻心了，我什么拢无爱，我只会当对伊照顾我的后事，跟我后事做伙就好啊。安尼你愿意无？啊！不过医生讲，你即摆情绪无啥稳定，你真正平去单独一个人照顾囡仔。你听我讲，你破病，伊就好好接受治疗。你嘛相信我，
我会陪伴在你身躯边，我一世人我袂离开你的，好不好？我不相信你，我不可能再相信你啊！你反背我，反背家庭。你是安怎啦？哪会规身躯汗啦？中做一个乌梦。什么乌梦啊？我从来毋捌看过你安尼呢。无啦，袂记啊。可能是平常时压力伤过大。所以才乌白放一块有诶无诶。你莫给家己上大压力啦，一切到头来就好啊。对啦，明仔载就是巴黎经贸园区的招商联谊会，你敢有通知瑞丰，请伊把时间留落来？有啦，赶紧困啦，啊无明仔载安尼坐在遮也无用啊，精神也无好。歹势。我甲你吵吵尔，袂啦。你若是睏袂去哦，你甲我讲，我陪你开讲。更无好，拢定定走。那安尼，你扫的时阵敢有弹？无咧，搞打扫。像你这种打扫哦，应该是脾虚肾虚的关系。对啊，你若是有闲的时阵哦，会引起较有一个穴道，叫做大横穴，安尼加减应该行哦。真的哦，你是医生哦。像你人这好，这乖巧，是安怎进来的？查某人入来哦，规个是真正做唔着代志，很乖。啊，你唔是替你阿打坐，才予人扣入来。啊，结果诶，伊即摆伫外口甲小三耍啊真爽，啊伊伫内底食够上侪。唉，做阿母就是小欠债，只是人情完就煞。主任，这个被起诉的定罪0522吼，案件还够疑点。那等下是不是对这个新来较多来个问话？哦。哎，周医生，啊，你袂甲伊同款，拢是替人打坐啊吼。哦，人阿呆哦，看面就知啊。遐个查某人替查甫人打坐哦，拢是俗啦。啊，偏偏哦，都是有这款查某人哦，家己爱倒跳。男朋友不是这种人啊，伊有情有义，我相信不管发生什么代志，伊拢袂放下我。伊甲因翁连囡仔拢生啊嘞，因讲放下就放下，伊去予人乖，囡仔拢放予爸母饲，查甫人哦，变心无你看死神的啦。袂啦，我相信我的男朋友绝对袂安尼啊。从你离开以后，伊敢有来看过你？有无？有无嘛？好啊啦，莫冤家啊啦，大家拢是歹命人，何必安尼呢？我就是看后伊讲袂顺车啦，家己哦，互人骗哦，搁硬拗。我男朋友就毋是迄种人，我真了解伊，你根本就无熟悉伊，我请你莫胡白乱讲。是安怎？我好心甲你苦劝的，啊你搁毋听？你哦，互查某人骗哦，应该啦。我无想要跟你讲啊！哎，我上看袂起伊敢查某人啊！你查某人面头前乖敢鸟的，你查某人啊，真了不起哦！啊！哎，你啥呐？哎，啊！好事好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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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事
检察官，交阮来处理就好啊。我男朋友不是那种人。主任啊，好佳哉吼，你还阁独生啊？我看你以后咧选对象时阵，目睭要遐紧咧，一定选一个对个事业、工作有帮助的啦。啊，亲像这个，生啊搁较水嘛是了然啊。你想这件代志，我一定要跟你报告。这件代志，连少爷伊都拢不知影。其实袁凯，伊是我的后生，我才是伊的亲生爸爸。罗国雄，你一直认为你家己就请伊。你有上忠心的伫做，有上得意的后生，啊！不过即马，你所有的骄傲变成你上大的悲哀啊！入来，总裁。听讲袁凯今日会过来收物件，准备要离开公司啊。嘿啊，那这种代志，敢有需要特别来甲我提醒？唔是啦，因为我是听一寡主管讲吼，目前袁凯手头有一寡案件拢是大 case， 啊，既然伊要走啊，我想这个 case 是不是应该爱找人来交接啊？啊，你有啥物想法？无讲来听看卖。是安尼啊，总裁。我希望吼，这个 case 会当交我来负责。唔要，自然有专人会当处理。总裁，我来英雄集团嘛有一段时间啦，啊，逐工除了讲合作、看标案，一直拢无机会当发挥我的专才。希望吼，总裁会当给我一次机会来替公司赚钱啊。就参像那靠迄个建南啊，其实吼，好啊。孙总经理，你爱做的代志是管理，公司的代志遐尼侪万项代志，唔免你冲第一，啊！若有时间，高尔夫、酒量练好，较接代替我去应酬。哦，啊，公司啥物无人上侪，任何的 case 自然有人会处理。讲什么好听话？你这只老狐狸，明明就是不愿意放权给我。你披着温柔的外衫，害着无心的罪名，讲爱拢是欺骗我，哪会不甘？讲什么好听话？你这只老狐狸，明明就是不愿意放权给我。拢报告完，啊，若无其他代志，你通去无用。是。对啦，总裁，明仔载透早有一个主管会议，我知影总裁最近哦出来有真侪代志爱无用啊，啊，敢有需要我来主持？你有想过热心袂哈？敢会有一天，你直接来我面头前甲我讲哦？你唔免来上班啊啦！规英雄集团哦，互你来管理就好啊。无啦，这我唔敢啦。
唔敢上好，好好啊坐你的大位，好好啊领你的薪水哦。咱做人爱知福，爱惜福，有偌济人孝顺你这个轻松的大位，你知影无？好啊，啊无其他代志哦，做你去无闲。罗高雄根本就是专门要甲我借苦，苦我着爱想其他办法才会。李伟，无我先出去，若有啥物代志，请总裁尽量吩咐。车放在车库，锁匙我放在厝内门口边仔柜仔顶面。甲你讲一声。好，我知影。以后无伫你身躯边，我唔知用什么款的立场来甲你关心。啊，你身体较注意啊，心情放开啊。唔卖安尼三不五时甲阿姨冤家，多谢你。这个多谢应该是我甲你讲，不过一句话，讲有法度让你十三年来对我拥有一分，不可能。一世人欠你伤济，我欠袂清啊。你对我好，对我栽培，我拢会照做。要唔阁有一项物件，我袂当提，因为我无资格，我一定行你。这是股权牛大叔，我已签名拢签好啊。今日你宣布，讲要给我英雄集团10%的股份，我袂当提。好，有骨气。我30多年来，真正无白听。新娘，予你伫我人面头前下面子，就这样。当你讲我是提供的囝，不过我唔捌你想，因为我知影我的爸爸，伊的手比天还搁较大，做你的后生，比做提供的囝还搁较骄傲。不可能是因为我受过强攻，所以天公伯伯把我心碎掉无？不要紧，小毛我阁捌做过恁的好事，只是我上艰苦的是，我袂当甲你有较好，我一定爱选择离开。我无在你的身躯边照顾你、友好你，请你原谅我。
去。早知哪有今仔日，去当作我出车祸，需要心脏移植手术，你就不应该救我。也搁有这个秘密做伙在你肚内面，啊！你我都没有机会伤害你，咱两人这么痛苦，这么总裁，你敢有勇气救过我？情分已尽，要不我这两天赶快是你的，你哪有需要，请你跟我讲。那是我后生啦，我希望赶快当做你的亲生后生。发生什么代志？这是我的存款簿，我知影你也是我都原谅我。不过我相信你是一个有本事、有能力的人。我希望你会当将这笔钱摕去，重新搁再开始。只要你若是肯好好打拼。我相信你将来一定是一个真有成就的人。请你母亲早一点，你惊害我失去，不是钱。是我这三十几年来害阮爸的爸仔囝感情，不管你安怎做，你永远就拢还不起。袁凯心内认定的，也是我这个老爸。虽然伊不是我亲生的，啊，不过，阮这三十几年的爸仔感情，这是真真正正感情，哪有可能话断就断呢？我应该都要珍惜才对。
嘛路恁兜的就对啊啦。你即摆要怎处理啊？啊？什么要处理？啊，即摆是安那哟？我有闪过的，我无弄着啊。要处理啥？你趁我打钱。哦，少年的，你真对嘛哈？家己开车唔看路，搁专利油了了，真正是白目。啪！你怎么来了？今嘛钱免让你赔啊啦，留去吃药啊。我英雄一团路高头，无想要了代志，拢给我走。三年兵役，今日是安那哈？安那人也较济了，受了紧无啦？无要紧，来个一摊。爹，主任呐，啊，你今日忙啊呢？无顾恁啊啦，行啦，我送你来转啦。莫跟我叫啦，无行，无想要转去。来去刷摊，你有够可以，我请。爹，袂用急啦，主任啊，啊你也毋是毋知影讲吼，阮厝内迄个气管炎，对拄才开始，就一定伫咧多米尿康科安呢。我看哦，我也是赶紧来转较好啦。啊，哪有像像你安尼，单操一个，自由自在，哎，真好。哎，是讲主任啊。我乃从来毋捌听你讲着你女朋友的代志哈。我知，参像你这班的一表人才，前途光明，你一定是有一个吼水当当、条件赞的女朋友，给我高中啊吼。卖拎就卖拎，今仔准备创啥？好好好，转去转转转，你紧转去啊！一个团圆，我给你找一个所在，我。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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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拜拜拜拜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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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开始要让妈管东管西，袂当做家己家己的代志啊。朋友不是那种人，我男朋友不是那种人。
袂用阁想啊，袂用阁想啊。我要忍住，我要阁家己忍好济，我要忍不住。小黄甲伊迄查某怎啊会告白？你竟然是查甫的啦！是啊，是啊。恁两个这暗啦，无要转去？伫遐笑，有啥好笑的啊？啊！饮酒醉啊，莫插伊行。莫插伊啊！等下。我拄才问恁，无听到是吧？啊！你笑啥？是不是笑我？啊！上个还笑啦，放手啦，放手啊！我袂放啊！别笑我，我袂晓想你。无你即马是欠怕你啊！干嘛？啊！家仔只是皮肉伤，无啥物要紧。是讲恁来做干呢？搁伫路边甲人相拍，是发生啥物代志？无啥物代志啊。我家己个代志，也无啥物同我讲个。讲落去，我只要家己转来，其他人是我都甲我斗相共个。听你的口气，敢那真冤枉。你不过你是检察官呢，有啥物代志靠你会倒？敢讲你嘛拄着司法迫害啊？不是啊，正确来讲，应该是讲，我是检察官，煞跑到病人，我就敢那就紧紧的，我就一想啊。看伊安尼，一定是拄着啥物冤枉的案件，无法度替对方伸冤。我应该要想办法甲伊斗相共才对。虽然讲我是一个小市民，也毋过你毋通看我无起哦。你有啥物代志会当甲我讲，无得卡，我会使甲你斗相共啊。多谢啦，啊毋过即件代志啊，真正是无人会当甲我斗相共的。感谢你的心意啊！好啦，那安尼你家己爱保重。啊，我捷运这边无车，我先来走啊。等一下，怎样？啊，你一个人去捷运站，咱就袂晓，我陪你去啊。医生，阿拉，我好水状况好啊，只是伤着皮吧。已经照你意思做过所有的检查，无脑震荡，嘛无伤到骨头，而且病人已经清醒啊，
免想烦恼。多谢你啊。是我的，既然你的命是我的，我就袂让别人顶人着你啊！那你快走啊！袁凯，国内有甚物打算？我嘛不知。面对现实啊，先找一个头路，搁爱租一间厝，日子过一天算一天。什么叫做过一天算一天？我替你换心脏，互你继续活嘞，不是要让你糟蹋你家己的。目睭看我，我罗国雄的后生。当时变到这么无志气，我只是感觉懵懵飘飘，可能也袂管是身份的转变，我已经不是你后生，是嘞，我让你失望，是不是我的后生？是我讲的才准算的。醒过来，等着讲。你这条命是我的，我讲安怎就安怎，跟我行。一点也不敢明开。听你讲是无唔对，但是咱实在不应该用这款手段啊，袁凯登高总裁的辛苦品。我相信袁凯，伊嘛无希望安尼欺骗总裁。搁再讲，卡叔那是肯知影。你无讲，我无讲，是啥会知影？而且你后生。这嘛三十几岁啊呢，你敢希望伊一无所有，爱重新来过？你放心，少年的遐我拢交代好啊，这件代志袂有问题啦。你披着温柔的外衫，拍着无心的催眠。即摆警方迄边无进一步证据，会当证明叶子是肇事逃逸，所以你放心啦，我继续调查，一定甲伊救出来。好，就先安尼，你好好休困。哎，杜先生，好拄只我有听到你咧讲电话，你是叶建英叶小姐的辩护律师对无？是啊。我抓拢嘛都无人讲，叶小姐这样好的人，哪有可能肇事逃逸？这定是误会。我嘛是安尼想啦，啊，不过家己拢承认啦。那安尼就奇怪啊！我是超到暗时，我看到伊男朋友送伊回来，伊我真欢喜，甲我讲伊准备结婚啊。伊若真正肇事逃逸，那有可能是就表情，我怎想嘛想无咧。
你讲代志发生以后，职业小姐两边送伊转来，你敢有看唔到？是真实的啦，我看了真清楚。开车的人是叶小姐两边望唔到。现在明姐甲我讲，伊结婚了后就先离开，伊根本是咧讲白菜。海生啊，我有要紧代志要处理，我先来走。好好。那小熊，啊，无代志啊，是我家己无说你弄掉的。你个性这么好叫，你内面一定吃真侪苦。良心啦，我两早叫你出来，有恁来接。对啦，我妈妈的状况即马安怎？伊的高血压敢有控制掉啊？佮伊心内查某囝往关内面，做妈妈心情啊身体哪有可能会好啦？伊娘来看你啊，你好好靠近你妈，我一个外人，我无方便讲啥。也是，较准想要让你妈跟小弟较放心的，那安尼，一定要甲讲老实话。我去查一挂资料，发现新的证据。有真侪话，你无向我坦白对无？洪旺阿妈出代迟工，是你甲明杰做伙离开餐厅，然后伊送你转去对无？唔是啦，我着已经讲过啊，是明杰先离开，所以我唔才家己开车转去的。你讲白菜，大老敬畏啊！明明看到你做伙转去，你阁骗我讲明杰有代志先离开餐厅。叶医师，你别甲讲老实话，到时警察出面作证，你要怎解释？我唔对啊，迄天其实明姐有伫车顶，啊，不过迄是因为啉酒醉啊，所以唔才是我开车，我是因为烦恼明姐，才拄才做检察官。那是牵连到这件代志，会影响到伊的前途，所以我唔才无讲。惠玲哦，这件代志，伊根本就无需要负任何责任，都唔免甲伊牵连入来嘛。我拜托你，莫去调查啦，这一切哦到这为止，予我为我家己做唔到的代志受到处罚，莫予代志愈来愈复杂。叶医师，我真正唔知哪可恨你呢？你想要报我明姐，按我你讲是讲你妈的感受，伊讲你嘛亲眼睛看到啊，你妈知影出代志，着急到昏倒，你了在关在内面，是伊一个人代志，你敢知影你妈一个人外口受偌济折磨啊？你乃人心，可能嘛受这种痛苦。叶医师。你用是恁妈上骄傲的查某囝，按我即马，伊煞承担所有罪名，变成一个犯人。你为了替人安卡，予恁妈受尽痛苦，安尼对伊敢有公平？叶医师，即晚当予恁妈为痛苦中解脱，也只有你啊。只有还你清白，才会予恁妈会有过去快乐。你敢愿意为恁妈尽这份好心？我对不起我妈妈。我嘛是做人爸爸的，为人体会疼下爸母，为了囝儿实际的心情。你妈妈即马一定想要替你承担一切，因为伊相信
你绝对是无辜的。今仔为咱替你妈做的，就是你清白，让你恢复自由。叶医生，你敢愿意为了你妈，佮代志真相佮讲清楚？这一切拢是我唔对，就予我有我做唔对的代志受处罚，你袂阁甲我斗相共啊！这一切嘛拢无虾米意义。叶医师唔肯讲老实话，啊，不过明杰是伊男朋友，煞目睭金金，看伊未婚妻是着即款冤枉，一句话拢无讲。我感觉真正有一个疑点，我一定要甲伊问清楚。嘿啊，是啦，啊，着阮明杰啦，打算先开做主任检察官啊。哎，着咧想讲吼。等伊家己吼较有能力的时阵吼，啊出来家己做律师，啊人生吼较有钱通赚哩。啊对啦，你毋是甲我讲迄个崔院长查某囝未嫁，啊你是毋是应该介绍互阮明姐熟识，互伊见一下面哩？啊无啦无啦，你听谁讲的？阮明姐还未娶啦，是有交女朋友啦。阿妈讲吼，咱两个已经分开啊哩。嘿啊，啊都。我敢若有人要来找我的款，我较晚才打电话你，咱再搁讲吼，哈，好，拜拜。啊，你是？啊，你好，我是明杰研究所同学，我已经捌来过啊。啊，对，我想起来，你是迄个什么叫做杜瑞峰对不？哎呦，你真牛，你足才情的。无，咱礼拜内面再讲，吼，礼拜七日再讲，来，请你来。来，你就来坐嘛，来，来，饮茶啦。嗯，多谢。哎，瑞峰啊，你哦，嘛甲阮明姐哦，小阿教一下。你看你哦，这尼啊有成就，这尼啊牛安尼，啊，阮明姐才足含万的啦。好，甲即马哦，在咧做啥物主任检察官，甲你比起来哦，有影一长差高笑呢。昂，无啦，你莫安尼讲啦。昂，歹势啦，我拄只听你讲电话，你是毋是要介绍新的女朋友明姐？啊，无啦，哪有？哎呦，朋友咧问起，啊，都无话讲，加落凊彩甲应应的尔呐，无啦。啊，不过明姐，伊甲叶子交往几啊年呢？而且伊嘛要结婚啦，你安尼介绍新的女朋友给伊？明姐敢愿意？讲起来吼，这我嘛是无法度。我嘛知影讲吼，剑英伊是真乖的查某囡仔，啊，谁知影讲，哎，这边会开车去撞到人，啊，我来做伊走。但即摆哦，法院来判伊一年，对伊来讲是算讲真宽宏啊啦。阿妈讲吼。总嘛是留这个有前科的这个污点，啊，咱你嘛知影讲，明杰才当先来做主任检察官，啊，万一若讲伊的太太有这前科的这记录，啊，安尼先哦，是惊讲对阮明杰的这前途有较不利啊，对。讲正经的啦，其实我嘛真烦恼剑英的代志，啊，对啦。我听伊讲，敢若是你咧做伊律师嘛，对？你是敢袂当讲来甲辩护检警哦？哎呦，好无罪，好无代志无？哈？即摆案情搁咧调查，最后结果是安怎，我毋知影。就算叶子最后有罪啦，啊，我明杰甲伊交往这么侪年，明杰嘛袂因为安尼就放弃叶子。是啦，
你安尼先讲也是无唔对啦。人哦，总是有感情的嘛，对不？啊，是讲加一个选择，总是有好无歹的啊。怎么讲人阿妈某感情讲啊好，啊，规尾为着意见袂合，啊，就来离婚，他都过满满是啊。何香讲，唔单只嘛，才打咧交往的男女朋友，对不？啊，讲实在吼，我嘛真唔甘减用啦，但我嘛甲减用哦，当作甲我的查某囝同款。假使讲，我的意思是讲，啊，假使讲万一啊，阮明姐若总娶别人，我嘛是会同款哦，甲减用啊，当作甲我的查某囝同款，甲疼命命，惜命命。阿姆，你先前阁有讲疼惜叶子，该当作查某囝看待。啊，我即卖要创啥？你替明杰介绍新的女朋友，你哪安尼想哈？啊，我了甲你讲，啊，着我的朋友咧问我，啊，我来甲伊无话讲，甲了凊彩甲伊应啦，安尼，你莫想遐尼啊多会用的袂用的。嗯，诶，国讲倒转来，诶，这是阮家的代志呢，你的责任是应该讲，看咱来替建英来甲辩护伊无罪，互伊无代志，安尼先才对啊，诶。你说讲到我这来烦恼，到我这来讲，我跟我朋友讲什么？你嘛要臭味到爸爸肚呢？你妈，瑞凤，哎，奶奶冤起来啊，什么代志啊？无啦，明姐，妈哪有咧冤啦？妈是要讲话较大声啦，尔我哪有咧甲伊冤啦？明姐，我是为叶子案件要找伊讨论的，你敢有时间？啊，好啊，咱叫我讲，好。啊，就拜托，拜托讲建英哦，会当个无代志无罪，啊那无哦。一定去脱离着病急的前途。哈，原来你听到阮妈讲遐话，你才跟阮妈冤家啊！哎，阮妈就较够紧张啦，啊想伤济，才甲朋友讲一寡无效话，莫想遐济啊。其实阮妈真正疼惜叶子，啊只要叶子啊平安出来，阮妈也是会接受伊的。明姐，一直对你的感情偌深，你该心内上清楚。你莫怪爱怪因阿叔，一直即马都人生中上麻烦的代志，伊需要你的支持，你千万莫辜负伊的感情。我知影，我袂辜负伊的，六年感情啦，我无可能无当作一回事。好啦，明姐，咱来找机会哦，见伊看伊啦。我想一定是欢喜的。我知啊，对吧？啊，你今仔来阮家，主要什么代志啊？我有一挂以往发生的代志想要问你。明姐，我会记迄天你甲我讲，你向叶子求婚了后，你因为代志离开。啊，不过餐厅监视器却摄到你是做伙离开的。敢不敢跟我讲？你现在骗我？无啊，我哪有骗你？我已经摕到餐厅监视器的画面啊！而且大楼警卫啊，我讲你是做伙回去。你现在白个讲拢是话，你讲我问过叶子，为什么叶子争取的时阵我讲出来？
我是不是问叶子无重要，我即摆问的人是你，我想要听你的讲法。雷锋，是你啦，我承认，我冇讲老实话。你讲，我确实甲叶子做伙离开餐厅的，啊，不过因为我饮酒，所以叶子无想我开车，车是离开的。我是伫边仔休困啦，啊，不过弄着物件以后，叶子无去看，啊，不过伊讲无看到物件，所以阮就离开啊。后来，我又弄不着人啊，叶子烦恼，会拖累我，所以才会讲我无伫车顶。伊阁叫我莫想你，就这点，我是真正无讲老实话。黄瑞峰表情应该是无生气，难道是咧想代志？那应该是我讲的话，甲叶子讲的是同款。以前想不通，什么老高，我甲叶子啊。真正是真有默契。明姐，叶子这么保护你，除了保护你检察官的名声，不过你莫忘记，当初谈法律的目的，不是为了保护家己，是为了保护无辜的人。我知。明姐。我真正希望你是问心无愧，莫为了保护家己去利用叶子，因为不管代志真相安怎，你总是要面对家己的良心的。你应该了解我意思对吧？好了，不过代志还无用，我先来走。对我讲遐个话，敢讲伊还阁查着啥，条件唔讲，伫咧等我暴露伊个陷阱，我千万爱说注意，袂当让瑞峰抓着另外张头。张大检察官，啊，先怎样啦？无奈看到我惊到安尼，无代志，你敢是谢子琪？你来找我什么代志啊？我今日是专工来找你的啦。叶建英刚刚去用判一年，我感觉受轻啦。也毋过你做一个主任检察官，煞无徇私，同款起诉家己的女朋友，对阮即挂受害者的家属来讲，我爱感谢你，主持公道，大公无私。这是我应该做的。歹势，我搞过代志，我先来走。张大姐。张大检察官，我也是要提醒你，阮受害者的家属对叶建英刚刚去用判刑，感觉真无满意，阮会继续上诉。到时阵，就要望你这大检察官继续保持公正客观的态度，继续起诉叶建英，唔通让阮对台湾司法失去信心啦。被判几年啊，拢唔省心，到底是要安怎啊？瑞峰啊，佫甲我提条条的，佫唔帮我算，是真够麻烦。你到底甚物人哦？还小婷跌落去山脚，还受伤这么严重？我爱平时。福尔摩斯的精神，抽丝剥茧，一定会当找到线索。啊，这凶手哦，真正够无天良的啦！啊，想要归去哦，落一张名片，你才予咱来捡，安尼咱就免遮尔啊搞工啊，对无？嘿呐，凶手会无说你哦，甲名片落伫遮，而且这名片顶面哦，哪有电话，搁有赖，予咱会当直接找到伊。嘿嘿嘿，对对对对。
我是白痴哦，卖得提上，管车啦！哎呦，伟泽哥，这山路干那一条，你来来去去找啊，侪解啊，啊嘛无监视器啊，卖讲名片啦，连金纸都无啦！你敢把凶手的人线索乱找，卖戆啊啦，行啦，板书回调啦！你哪会这尼啊无动头啊？哎啦，日头真大，风真透啦，啊不过才是三点钟尔，你安尼就袂放弃哦？你现在在哀叫是要哀啥啊？伟泽哥，卖搁找啊！哪个找落吼，我马上同阿公凶手一相啊！因为我的中暑、晕倒、脱水，然后死死昏去，就变成神，然后吼，托梦阿公凶手一相。那你请去啊！有气力伫遐哀叫，不如甲气力留落来，倒找线索啦。搁找了怎啊？惊！哎呦！伟泽哥。你即摆吼是为着恁两个旧爱青涩啊，甲小林一日拍拼呢。啊我呢，我是咧陪你浪费我的性命，浪费我的青春呢。好，一句话，你若替我倒找着线索，我替你倒了血白雪。好，这你讲的哦。我若替你倒找线索，你就替我倒了血白雪。这么简单量就量无好先，看袂。哎、欸，我即马得开我的通天眼，但是我得变成半妖精。哎，伟泽哥，你想讲我要找你长啊？计调停车场的监视器出来啊，看出在时间吼有啥物车来遮，啊有啥物人来遮，安尼找凶手较简单啦，对不？啊对吼，这么简单我来想无，找你长。哇哈哈哈哈哈！想袂到我开通天眼了，佮这么有智慧，却叫我智慧上人啊！靠！啥物惊我啦？醒过来呀！小弟，你敢知影？我跟廖春讲，我永远都无这个机会，会当参照即卖来甲你揽掉的。是嘞，我应该一错再错，害咱两个人的关系愈行愈远。强哥，无论我人伫什么所在。我永远拢无甲你放袂记，只要你愿意，我一世人拢袂离开你，我袂去甲你的手放开啊！杨哥，今晚我要离开。小婷，你要离开，你这是什么意思？哈？小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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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走！小婷吗？六块的小婷吗？
方医师，我拄只带工小姐去做例行检查，伊的状况甲各项数据也是无进展，记录伫遮。我若袂记你这时阵，小婷还去做例行检查。多谢你。方思瑶，你是安怎才会要紧张小婷啊？大医生是需要冷静的，你竟然袂记你爸人要做例行检查，你哪会当这么无专业啊？那是因为感情才会去分心，安尼以后你替爸人开刀的时阵，乌白手在做春梦，啊，一刀回落去，回唔着所在。迄个煮菜的时阵，切葱啊切无好，还是无共款嘞。无你是来看病人，还是来找来冤家？你甲小婷敢是朋友？是谁讲伊是小婷的朋友啊？站在你面头前这位女士，学名黄英玲，俗称果子狸。伊拢讲哦，伊是海顿集团的千金，常常哦在讲，我是有心的人呢。啊，重点是哦，伊无朋友。啊，这吼是台湾的新品种啊。警察，你系路人哦，有听到？唔是我，唔是我，真正唔是我，拢是别人设计陷害我的时阵哦，你来紧走哦，因为这只果子狸已经出来啊。啊，若是你去弄到吼，伊得抓你哦，然后撸你撸到你冻袂掉。恁这人真正有够无聊的呢，大天找我的麻烦。是我看到恁啊，真会闪，走啊！你是只果子狸哦，甲一般的果子狸无共款。你是害虫，因为你会害人。你要搞警察实在正经哦，我爱搞警察讲，看要安怎预防你。好啊啦，小婷今麦去分袂不切，咱要交了伊钱了。既然阮小姐是要离开，就让伊走。哎，无喏，老师啊，就是因为小婷嘛昏迷不醒，所以什么方法你都爱试啊。你跟这个果子，去小婷的身躯边叫叫，反正小婷咚跳起来清醒。就是啊，你的医术哦，已经这么高明啊，会当按阎王爷把小婷姐救回来呢。啊，若是伤害小婷姐哦，就爱给阮这两位天龙去查。我就是易龙神。牛镇，伊就是仪龙神的狗，昊天客。你是讲黄英丽啊？听到阮一个天王要查案，安怎？惊着？我哪有？我是听到你讲遐有诶无诶，我感觉恁足无聊诶，我要来走。哎 ，stop！ 黄英丽，歹势哦，最近哦，我咧研究你诶命，我感觉你诶命真有学问哦。古诗有云：“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离这里哦，就代表草木茂盛的意思。所以你的名，后天你的身上表示你真该会带主人对不？对啦，拄仔听到迄看病阿公阿嬷有讲，这病院附近哦有一个山，迄山顶面哦有迄樱花树林。伫春天的时阵，樱花盛开，讲偌水就偌水啊，这外地人拢唔知影。本人我真介意看萨克拉，你有想要陪我去吗？我是安怎会陪你去啊？搁再讲，这附近有啥物樱花树林，我一点仔兴趣拢无。你若是想要看啥物树林，看啥物风景哦，去找别人啊。哟，那我误会啊，原来你无甲伊待自然哦。啊，搁是安怎？这小婷发生意外一天，你嘛悠然出现伫个樱花树林啊？条刚带你去啊！什么樱花树林啊？我什么时阵去什么樱花树林？伟泽哥，会当心动啊？大胆刁妇黄英丽，你敢知影？你的行踪拢有停车场的监视录影机拍落来，证据伫个手机内底，你阁有啥物话通讲？像那小玲姐，你被樱花树淋了后，你的阿伯黄爷爷嘛对你淋，然后凶凶公公走出来，这罪行已经足明显了，你搁要讲啥？黄英丽，我问你，之前我麻烦你替我转交小婷的花，还佮卡片，你敢有交予伊？
因哪会无来我讲的所在？还佫有，是安怎你要对伫伊后壁？我心情无好，出去散步，安尼敢袂用呢？安尼到时我甲你报告。搁再讲，我根本就无拄着江小婷。曾伟泽，你莫伫遐家己讲家己对哦。哎，你只要讲唔知樱花树林，啊，只要讲去遐散步，你前后说法不一样，漏洞百出。啊，我着乌白开车啊，开到倒位，我着伫倒位休困一下，我哪知影你讲的所在是倒位啊？搁再讲，迄什么树林，对我来讲根本就无差。我哪知影什么什么樱花树林啊？嘿呐，人若心情无好的时阵哦，拢会去家己喜欢的所在散步。啊！不过你拄啊，并无承认你介意樱花树林呢，那你现在去遐？你这款讲法前后矛盾，而且小婷甲你做一位樱花树林遐，这时间真接近哦。我发现小婷发生意外了后，就伫监视器顶面看到你偷偷走去，这也不是巧合啦。你这就奇怪呢，我讲唔知影就是唔知影，你莫想讲用迄监视器画面，就是要调我的罪。黄英丽，无这么对我的代志。小婷发生意外时阵，卡苏你人嘛伫个现场，但绝对甲你有关系。若真正让我查出来，小婷是因为你才受伤的，我绝对袂放你死。无你想要安怎报复我？甲我变作甲你同款爱查某的哦？哎呦，我真正足惊的呢。还是讲你嘛足奇怪啊？你唔呐爱查某，你嘛爱查甫呢？哇，我真正想无，哪有人会当同时爱查某，搁爱查甫？啊，唔是讲做人爱较专情的？对啦，像就伊这种哦，劈腿行家，哪有可能知影什么叫专情？黄英丽啊，拜托哦，莫袂晓假步伫遐乱提上啊。好啊。别插嘴！我甲小婷经过遐尼侪风风火火，搁安怎歹听的话对我来讲，早就已经无差，无啥物好计较啊。要毋过黄经理，我警告你，小婷受伤的原因，我会继续查落去。卡数让我查出来，伊的伤真正甲你有关系，我绝对爱你接受你应该接受的法律制裁。警察，我无得惊，下来。嘿，哎呦！恁看伊个神秘的表情啦，哎，永久就是伊啊，讲话搁敢这么大声。哎，警察，你真正要帮人家骨子里耍？即马无进无骨，咱空嘴无舌，是咱对伊安怎？上要紧的，只要小婷赶紧清醒过来，其他拢无重要。只要你赶紧醒过来，我永远、永远都袂离开你的身躯边。有啥物代志？有啥物特别爱我西装打扮？莹儿，我觉得联谊会你根本没做来去。果然是我的查囝，真水。至于啦，来，妈妈跟你讲。你以后就是爱穿妈妈给你订的衫，安尼唔只会当把你的气质拢表现出来，知无？妈，人讲腹有诗书气自华，就算讲无穿名牌衫，气质嘛同款快菜。你安尼讲，妈妈袂当讲你唔对，阿姆哥嘛袂当讲你对呢。至于。
人是做生意的人，上重要就是门面啊。若无啥，就爱开面车做派头，这嘛是一种礼貌。上重要还怎样？你如有办，咱就如行的，知无？那安尼我真确定，我无啥都是你人。讲你这个囡仔，至于我，你已经在外口多陪遐尼久啊，好通休息嘛。我咧听讲，大房迄边即摆当咧洗，有出一挂问题，我想应该真紧就倒来讨救兵啊。至于妈妈即摆身躯边真需要啦。好了吗？我知道了。下板下来，今仔日是咱海顿集团举办的巴黎经贸园区招商联谊会，咱是主人，一定要较早到，你差一点仔都袂赴啊。无啦妈，那是因为我足重视这联谊会的，才想讲去尽力打扮一下，我惊会让妈落去啊。那安尼，你嘛爱把时间掌握好才对啊。你穿什么不要紧，重要是你敢有诚意。对啦，妈，你讲了对，有诚意较重要。我阁有真侪做人处事的道理，需要甲妈学习。以后我绝对会阁较注意的。啊，对啦，妈，啊，今仔日来的人是毋是拢想要等咱海顿集团甲经贸园区建立起来，替因结识，安尼因才会当趁钱啊？既然是安尼，是安怎对因遮尼好嘞啊？遐个人毋是拢是一挂普通的小厨商尔。阿丽，做人袂当看官无看过。今仔日来参加的，拢是商界真重要的人士。而且巴黎经贸园区地方性的厂商，拢是一挂中小企业。遐个中小企业对经济发展真有影响。咱若是要伫遮徛好哉，都应该爱尊重，但衣食父母，安尼才会当家己操拍好好。在不？对啊，妈，你讲的拢对，我一定会记得。奇怪，仁德哪会拢无看到？我陪你揸手机啊啦，阿丽，你先离去啦，我去车顶坐好。妈，真正是莫名其妙。巴黎经贸园区是这么抢手的好牌呢，是安怎唔好我抓在手头？好像有需要的厂商来拜托咱海顿集团，予伊设柜，竟然把遐个小厂商当作是金主在霸价。看起来哦，等下来的人应该拢是一挂无重要的中小企业主，安尼就凊彩应付一下就好啊。新的人行路，唔知去说你的，阿平过去弄着是安怎？你竟然知影我有心，你是袂晓让咯？看你这打扮，你应该嘛是要来参加巴黎经贸园区的招商联谊会对吧？啊，你应该是小企业的头家娘啊！既然安尼，你就要较巴结嘞。你敢知我是啥？你若是得是着我哦，恐惊你招商不成，去予人挂出去。到时你着只会当目睭金金，看人在趁钱，家己伫边仔流嘴烂。哦，我认出来啊，你是海顿集团千金小姐对无？
我常常伫电视看到你，算你目色好。对，我就是海顿集团的千金。今仔日的招商联谊会是阮海顿集团主办的。哦，久仰久仰，是讲今仔看到你本人，佮电视内底看的无啥共款呢。可能是咧新闻画面拢有剪接过啦，啊无特别看到你拢是咧七尺五白，感觉足差的。啊，今仔看到你本人，常常感觉你敢若是咧送便当，还是送饮料的？就听刚才，原来对你这个新人回来查囝才无用心。啊，想无，嘛互你穿一个较上样的啊。啊是讲。伊希望你大家较省的，唔通袂记讲当初伫饮料店打工的时阵是偌尔啊辛苦。我请安尼是安怎无上样啊？你家己看无，就莫伫遐乌白讲。我请安拢是名牌呢。歹势，我实在看袂出来讲你这是啥物名牌。可能是我眼光无够悬，品味较无遐好啦。这大事这你都唔通受气呢。你安尼辛辛苦苦，就无简单偷走出来才有的包包，啊，万一你当着太平，你就唔好啊！你唔得枉费，你用心计较，才无简单才骗来婚姻。啊，事到临头，就该浪费时间，把你这金宝约回来，你足辛苦的呢。啊，看他不嫁就好啊，哪有时间去拍拼事业？你这做母的，是足歹过哦。真个像人咧讲的啦。种着歹田，等后冬；娶着歹某，一世人。即马是伫讲啥是歹某啊？你即个是伫创啥？你哪会使安尼对阮妈去敲动手？只有妈囡仔，莫缠我。我只不过是咧人一只野狐狸，啊，愈人愈欢喜，谁知人一个过头，伊煞起来讲要嫁人呢？是讲这嘛真正常啦，慢菜，安尼吧吼。只是想要伫巴黎经贸园区设点小秋香，现到底是着我，等下我妈来，你就知死啊。哎呀，你查某囝哦，现在愈大汉愈水啦。以前看到的时阵，还阁细汉，今嘛吼，吼，真正女大十八变呢。水是水啦，阿哥拢唔听话，我现在做烦恼。像恁客查囝啊，甲我查孙啊，你捌代志阁担心？哪有啦？因今仔日无法度挂过哦，这是可惜。也若无吼，伊就亲目睭看到，足少伫公开的场所出面的鱼道，而且吼，伊连感觉足新鲜的。美凤，你伫当作是是阮 Kiss 集团，而且吼，亚洲集团旗下所有的饭店拢使用阮 Kiss 集团的产品，甚至讲之前阮的产品原料去用调包的事件，你永远相信阮，永远愿意支持阮。真做感谢你，你实在是我的贵人，是我的救星了。你妈安尼讲，我就是知影你做人做代志的态度，我们才会相信你。在做代志就是在做人，啊，做人若有问题，做什么代志拢冇问题。我去门口看看好不？好了好了，卡谢你哦。激动哎！你好，你好，足久无看哎。是啊，王爷，彭长官，哇，啊，恁两个翁仔某气色遐尔好，最近身体真健康哦。这是当然的啦，我有咧运动啊。啊，你嘛袂歹呢。哦哟，不然讲愈来愈水。哪有啦？啊，对啦，甲恁介绍一下，这位于女士哈。你免介绍啊，我拢识识。
这位佟长官喜欢之余呢，干爹。多安贺，我感谢小姐。嗯，又喜欢刚上任主任检察官张明杰先生，哦，玩司法界的新秀，人笑脸有前途。我今日专工找伊来哦，大概熟悉一下。对啊，我来交代一挂公事啊。看到无？真少年人，这拼这骨力，无简单呐。是啊。好，敏姐，这里无用，四界看看啦。哦，谢谢。对了，那不快有资源？是啊。员工吼，咱少少的做好食饭，好不？好，无问题，我请你。点心。嗯，就胖呢。那是有啥物需要，随时跟我讲。嗯，多谢。如果是伊，那会嫁到倒位啊？那会拄着伊啊？对。你哪会伫遮？我来遮参加一个招商说明会啊。我丁兴太太啊，对这生意场的朋友拢真熟，伊就讲哦，要带我来见见世面。我以前跟他官，还叫要从啥？你妈安尼讲嘛，我就配合检察官打击犯罪、处罚安良，是一个足了不起的工作。这只是应酬，你莫想遐多。若是你甲内底的人无话通好讲，那安尼笑笑就好。若是你伫内底感觉足痛苦，笑嘛笑袂出来，你就熬安尼。出来外口呼吸新鲜空气，做你家己。我来看起来，你妈真不得已才出来哦。陶艺老师，要唔够救援呢？竟然伫个家拢会拄着你。对了，顶回哦，我真是就失礼，我啉酒醉，互你看笑话啊。不要紧嘛。你救我，我救你，有来有去嘛？对啊，你要饮酒无？咱来庆祝。饮酒，好啊。啊，不过要庆祝啥？庆祝咱这么有缘，搁一摆相逢。你等我一下。敬你嘛敬我，敬咱的缘分，为今日开始，咱就是追求自由、千载难逢的知己。知己，阿姆哥，我到今嘛拢唔知影你叫啥名。我叫之云，于之云。我叫张明杰，叫我明杰就好。你做啥？
小夸张尔，不要紧。哈哈，对，你哪来家？我叫盖小姐，这位是干爹。干爹，这个无看诶。子云，你是来做水呢？快点马当洗有用啦，我请你吃饭。好啊。平哥，你甲子云是朋友哦。好。阮今仔日才识识，也毋过之前见过几落摆啊。明姐，你既然甲子云是朋友吼。安尼我对你要好好照顾。干爹，阮只是朋友。啊，恁阁有代志要讲，那安尼我先离开啊。好啊。明哥，我看你甲子云相处得还不错啊。啊，还好了。安尼得加油啊！咱伫社会吼，各行各业拢爱有靠山。志云阿妈吼，俞美凤是一个无简单的人物。你若是敢若志云斗阵，前途不可限量啊！你可能是我的接班人。对啊，我是无想遐多啦。这个问题吼，因为即马开始思考，不算太晚。感觉志云哦，都有淡薄意思。妈，我等你等足久啊呢，你总算来啊。先生，拄则有一个叫白白的手伤，行路的时阵弄着我，搁一直讲话甲我口舌。你哦，一定要叫伊甲我回信嘞。阿丽，你哪会搁甲人冤家啦？欧巴桑，我妈来啊！夏总裁你好。元凤，我甲你介绍者，这位是……我知影，你就是弟弟大兵的云二娘。顶届的英雄集团婚礼，你跟我见过面啊？夏总裁，你记底写就好诶，莫怪事业做啊这大。有看到啊，伊就是阮妈啦。啊，你即马知影我是谁啊？阿丽，大人咧讲话，你莫插嘴，安尼真无礼貌。余董，今仔日哪有闲来参加招商联谊会？我真正感觉足意外。若是早知影有这么重要贵宾来，我一定亲身去迎接。哦，你们真客气啦，我今仔日是来插话啊，我是知影讲。没来，我去用邀请，我们才拜托找我过来认识一挂新的朋友。元凤，美凤啊，伊个亚洲集团哦，对咱八里经贸园区感觉有兴趣，嘛真看好台北港的发展。而且吼，伊个拍算要伫园区起一间哦五星级的国际大饭店嘞。哎，难呢，恁这两家方就会使同齐合作。啊，甲这个市场啊做较大嘞，真好。仁德陶吉林的太太嘛叫做美凤，真正就拄我好。原来于董嘛叫做美凤，那也才拄好啊。咱两个人名啊，真正就行诶。无啦，我这菜市啊名，爹爹嘛拄着同款诶。你都无讲啊，人中之凤呢，叫做特别嘞。是讲。你冇识识叫做美凤的人哟？啊，我冇识识啦，啊，不过阮先生有识识啦。你披着温柔的外衫，拍着无心的嘴。是讲你冇识识叫做美凤的人哟？啊，我冇识识啦，啊，不过阮先生有识识啦。元凤，美凤，我先去啊，甲朋友拍一下招呼，啊，恁谈只慢慢来开讲，好。你冇用。于董，你的亚洲集团那些当家里巴黎经贸园区，对阮来讲都是一个强心针啦。安尼招商哦，一定会更加顺利。
市场的反应哦，一定会更加好啦。等下魏先生过来哦，我介绍恁识识，大家会当好好讨论一下。哦，好啊。哎，啊，歹势啦，我好曾经徛伫边啊徛遮久，要有新的人是要徛伤久的呢。头家讲无，要现在接无？哈？多谢于董的关心啦。阿丽哦，较少年，伊的身体哦，够会康的啦。哦，有影啦。啊，拄好甲我花甲大细声，中气十足。有影是少年啦。是讲伊安尼大腹肚，佮四界爬爬走，啊，毋知影人哦，根本都看袂出有心。哎，拄只是你弄着我，你过来。阿丽，于董，这只就歹势啦。我查某囝性地较直啦，有啥物底细的所在，我甲你分析咧。妈，这于二娘哦，真正有够特别啦，自称二娘，是安怎直接叫于小七还是于小三？吼，讲家己是二娘二房，真正有够前卫呢。前卫到啥物叫见笑，我唔知啊。阿丽，你搞我电去。曾经写真趣味呢，我也号这个名是为了要尊重阮大姐，我提醒家己来较灵魂呢。刚才讲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我大家来当和睦相处，为了代叫吞入微困，安尼唔再孤孤单单。卡叔讲，若有人为着要争大某的位，啊，规工爱吵吵闹闹，闹甲家庆不宁，啊，甚至讲。甲规工开嘴合嘴，叫姐姐原配赶走，安尼着满嘞。是讲安尼，这个大某伫这间厝，都等于是空壳的啊。俺的心都拢飞去啊。安尼，这个大某的身份证，都等于是一张空头支票。安尼辛辛苦苦做着一张空头支票，都该生一个囡仔陪啦。有一句话咧讲，赔了夫人又折兵，应该就是这意思啦吼。你即摆是安怎？做人小三做到有心得啊？小三比原配更加大，社会就是有你这种袂见笑的查某，唔才阿丽，有做你安尼无大无细。杨总裁，我知你事业做了真大，啊，不过囡仔嘛都爱教，啊，若无生生拢唔教，安尼不如卖生啊。咱囡仔生落来就是一种责任，若无伊行出去，大家拢知影是你的查囝，爱伫外口做代志，你是爱替伊承担的哦。你开遮侪经贸园区，这囡仔嘛都爱教，啊若无你开发遮侪经贸园区，啊嘛是会去死死白了去哦。阿丽。于董，多谢你的苦劝，我一定会听入去。我甲我的查某囝失散一阵，最近我才甲你找回来。虽然阿丽的行为是有较偏差、无礼貌，啊，不过我也是认为，既然我甲伊生下来，我都一定甲伊找回来，好好管教伊、教育伊。啊，不过于董，你嘛是一个有身份、有地位的人，你甲一个。拄我才找到的高丽计较，安尼嘛应该有失你的身份啊。拄只阿丽哦，有甚物低势的所在，我代替我的查某囝，甲你分析咧。啊，温先生突然倒过来啊，我甲您介绍一个啦。恁若是对经贸园区阁有兴趣，嘛会当予伊一寡指教。我相信恁会当讲了真好。仁德，
元德，你是安怎？啊，无，无代志。余董，今日拄好你冇来。爸，这余董跟我都是竹林疗养院赞助人。而且哦，伊嘛是新任董事长，前几天哦，我才见过面。那才拄好，本来余董嘛这样热心公益，大概是才少位。仁德，这位是亚洲集团余二娘余美凤，伊嘛是美兰好朋友啦，对咱巴黎集贸中心哦，嘛真有兴趣。你会当好好讨论一下。悠悠，董主席，你好。刚进多谢你，我看到你无代志啊。原来你是杜主席好心哦，爸阿囝拢真体贴，真好照顾啦。余董，你真有眼光，阮爸确实真好照顾人，我甲伊比哦，差真济呢。爸，我听今年董事长讲，余董甲疗养院买落来，而且佫重新装潢，真正足有心的呢。对工业啊，真有贡献。余董，多谢你。主席，所有的贵宾哦，跟媒体差不多拢到位啊。今麦请主席上台，甲大家讲几句话。仁德，应该招待啊。感谢。首先啊，伊我呐感谢今仔来参加的每一个贵宾，啊，佮媒体记者朋友，遮尔热情来参加巴黎经贸园区的招商年会。其实海顿集团伫过两年前啊，就有想要成立巴黎经贸园区这个想法啦。所以从当初开始，就慢慢啊规划，一直做，一直到今仔，才有法度确实来落成。这中有发生真侪困难，啊，不过阮一个一个拢来克服，才有法度进行到目前这阶段。是安怎样这么坚持嘞？因为阮海顿集团一直拢真看重巴黎伊这个地理优势，尤其是长久以来互低估的发展潜力，所以阮坚持相信，只要有一个领头羊愿意好好来开发这个地区，安尼巴黎。伊最后一定要发展。巴黎经贸园区上百在线的时阵，甲我做伙拍拼规划重点。你举办这个。招商联谊会，啊，上早无邀请我来，就算你无要尊重我这个上大的股东，上无嘛要尊重爸孙浩明在天之灵，应该请伊的亲子牌啊来到现场，感受今日闹热的气氛才对。孙建廷先生，我当然非常非常的欢迎你，因为你唔那是海顿集团的董事，你嘛是今仔日这个晚会贵宾。麻烦大家即马用上较热烈的炮火声来欢迎这位海顿集团的前总经理孙建廷先生。同时嘛，也感谢伫遐在庭的时阵对巴黎经贸园区的贡献。就算讲伊即马已经离职啊，
就参像伊拄仔所讲的，伊是海顿集团上大的股东，啊，毋过伊竟然受着英雄集团的重用，去英雄集团就任总经理这职位。啊，毋过不要紧，阮海顿集团袂因为安尼就甲伊拍歹感情。阮甲孙建廷先生，阮的关系依然是朋友。孙总，你今仔来了真对，蛮应该爱来。那不，前人辛苦种树，后人爽快乘凉。啊，连迄进秋的人都拢捌去用提起过。唔知影人个俩尊公海顿集团的出现，本来就是渡人的，连经贸园区嘛拢是切位。总算有人愿意站出来讲一句公道话啊！虽然我即马伫英雄集团担任总经理，啊，不过并无表示我过去所拍拼的成果就会当让人归我。今日你无邀请我来，那呢，这个招商联谊会就好像就是一个抢别人太太，又搁霸占别人财产的人，温满主人，私底下偷偷开一个赃物发表会。邀请大家做伙来分赃共款，这款的感觉吼，真正是无好的。孙总经理，你感觉我会当体会？过去我的家庭甲我的财产嘛，捌去用偷去过，我着干来当伫个边仔看人风光。啊，毋过风水轮流转，贼偷是无可能永远拢行好有的。就像有人连续娶三个欠卡某，两个欠客死，那呢，这太太折损率算起来是60%。杜主席，你可有想要加娶一个？而且折损率降来50%，这数据嘛较好看。建廷。既然伊来，多加认识一挂朋友。有啥物问题，大家做伙提出来讨论。招商若是顺利进行，对你这个大股东嘛有好处，敢毋是？各位，等一下吼，咱今仔日的招商联谊会，较等才正式开始。啊，无稍等下哦，咱则大家再过来饮一杯。即马请大家先去头前遐用一挂餐点，谢谢。我讲一声，这个例会是不是因为招来不少的所在？哦，无啦，阿顶多是我较歹势，拄好跟他上过交话啊。恁爸爸甲孙建廷咧白拄好，我阁跳出来插嘴，实在对伊真歹势。啊，袂啦，我想阮爸应该袂可能心伤。哦，安尼就好。李董，啊，既然拢出来归去啦，我请你饮一杯饮料，咱再来慢慢讲。好啊。我无你讲的遐厉害啦。其实研究所读的是法律，做律师哦，一向是我的理想。不过后来变成这样当署长，其实是我后母啦。
啊，恁老母嘛看得出来，你真有做生意的能力，对你袂歹啊。唔是安尼，我老母伊有人看我无，伊定定讲，我出社会了后一定无前途，我着要上短时间内拼出成绩，证明互伊看。所以，我才放弃做律师，改做生意。难怪伊离开了后，我才了解，因为我分一个人去证明一件代志，到最后，感觉还是空虚的。所以哦，咱人哦，看开的，过去就会过去。不要啦，过去就过去啊。啊，对啦，较早我台湾这边的生意拢是交专业经理人的管理，这阵回来我决定要跟你接手。哎，真好呢，我咧以后咱一直合作的机会。我就是想要找你合作啊。虽然讲台湾是我的故乡，但不过离开这久啊，有真侪物件我豆豆啊了解才用的，所以我希望你会当提供我一挂专业法律上的建议，跟我打三工，好不好？这当然无问题，欢迎你随时找我讨论，也多谢你给我这面子。我买林果汁，我买奇异果汁。红红两杯柳橙汁好。多谢你。好，他来我就看起来。咱两个实在是足有缘的呢。你平常时拢介意什么，还是有什么兴趣？你若向我问我，我想袂起来。啊，我若是兴趣哦，有闲的时阵哦，我拢去打高尔夫球。打高尔夫球？嗯，袂歹啊。安尼，咱后礼拜约只时间来拍球。好啊，无问题。是特别倒来办公室，迄莲藕排骨汤哦，迄若伤白啉冷气就无好啉啊呢。妈，你放心啦，啊明杰哥哦，上爱啉你泉州炖的汤啊，啊而且我冇参选上可以哦，叫伊记得啉啦。哎，够甲你回。无呢。哎，啊这几天哦，我冇看到伊个啦，啊电话嘛无要接，啊嘛无要回。妈，明杰哥，敢咪是要超过相片人？啊，无奈阿姊一日去坐家，都一直找袂到伊人。哎呦，应该是袂啦。迄明杰吼，敢若敢若一家伙仔的人，啊，这几年来，我嘛甲当作家己的后生同款伫咧疼惜。人伊嘛真爱食我煮的菜呢，哪有可能吼，讲要比伊啊不爱互人找到？我伫咧想啦。可能是即卖闲歌，啊，但是较侪较无闲的款啦。敢咪是，伊惊阿姊案件会影响到伊的前途，所以变心啊？哎呀，春英啊，你莫乌白药啦！哦，你啊对面个较有信心的，人伊平常时啊嘛真照顾你呢。啊，你若讲这个话吼，安尼就无礼貌啊。妈妈相信吼，明杰伊毋是款无情无义的啦。啊，袂因为讲吼，见面去唔乖，啊，伊就来变心。啊，对啦，春英啊，啊，小等坐车坐遐久，啊，无我先来便所一下，爱等哈。
迄个人确实是敏姐啊。最近又在创啥啦？无啦，无啥，行。哦。是的啦，我实在是唔知影，明仔唔对你。根本就知影我到尾来找你，啊！若无，阮前家一早你后脚就出现啦。拄则我伫楼梯口看到的人是你对无？俊彦，你想看唔对啊？我才等来电来，歹势啦，我先等遮久啊。啊，今仔日啊，搁袂记载手机啊？对啊，啊你今暗来遮找我，是毋是想要紧个代志啊？那不快点啊！我已经叫阮妈先等伊准备要看阮阿姊的物件，因为我无想要让伊知影去挑高个商标。啊，若无，谁人电话唔接嘛唔回。我拄则不讲过啊，我袂记得手机啊。你爱相信，我绝对无商标你的意思，免后悔啊。讲实在啦，我感觉你改变足多呢。自从我阿姊去坐家了后，你连阮家都毋捌去过啊。对阮妈甲对阮阿姊一点关心拢无啊。俊英，叫你阿谅解我的工作。我今麦手头案件真正足多，我阁爱想办法叫俊英，甚至我去找商家，希望能缓解。想袂到，我电脑互咱洗面。因为发现到我甲静是男女朋友，各位了，我秉公处理。阿拉伯，调去我的顶司，给我寻思啊。对啦，你知影个谢子琪，感情个要上诉。是啊，阮阿姊已经去用判一年啊呢，伊到底要搞阮阿姊逼到什么程度啊？你即摆几多？我会继续查落去。我希望会当还建英一个清白。只是啊，我一个案件检察官，有真侪所在哦，拢爱拼个，所以我就无法度常常跟我同事遐家属见面。这点，请恁定谅解。明杰哥，是的啦，我唔知啊，你这样为难着。无要紧啊，其实啊，这样一家，我比你好了，侬讲个痛苦。明杰哥，是的啦，拢是我唔对，我无应该误会你。啊，不过阮阿姊的个性你嘛知影，伊伫拢是一个真有正义感、真善良的医生。像像伊这么好的人，哪有可能见死不救？我相信这件代志一定是冤枉的。我拜托你今仔代志查清楚。你放心，我嘛相信正义，我一定跟代志查清楚。啊对了，但我跟阮妈要去看阮阿姊，你要跟阮做伙过去无？阮阿姊若知你过去，一定足欢喜的。你袂记啊？我即摆想烦，啊拼凶，万一我阿丁先知影，我即下行到其他检察官，我袂当甲正英斗相共。啊，不过好啦，你去的时阵就替我甲正英讲，叫伊啊坚持落去，我会赶紧甲伊救出来，啊。好啦，
出来了。妈，别这么紧张啦，这应该差不多要出来了，你先坐啦。妈，车出去探个时间，车坐来。是的，爸坐。干爹，啊，你看起来还加只瘦呐，是内底物件食了无啥会下心，还是你有想要食啥？你甲妈妈讲，妈妈后做来看你的时阵，我再来给你食，吼。唔免麻烦啦，伫遮食睏拢足正常诶，我嘛慢慢惯习啊。但倒是你，哪会看起来精神遮尔歹啊？阿龙妈最近哦，胃口较歹，食较少啦，阿妈拢睏了无啥好。妈，是的啦，拢是我不好，害你为我烦恼。妈妈无要紧啦。阿姊，车祸当时到底是安怎发生的啦？我安怎想拢无法度相信你会见死不救呢？事实到底是安怎？你甲我讲好无？我来替你想办法啦。事实就是安尼啊，你莫跟我白乱想啊！我嘛已经给人判刑啊，我就要担起刑责。你若想要跟我斗相共，就替我好好照顾妈妈，还佫有。去芳华阿妈遐，甲因社家的人回信嘞，安尼我就真感谢你啊。好啦，你放心，我知安怎做。佳明啊，外面的代志你免烦恼，妈妈甲你小弟都会处理。你家己一个伫内面，凡事都拢啊较细腻的，知无？我知影啦。对啦，明姐，咱无跟恁做伙来。啊，着明姐囡仔有工课要处理啊，所以无闲工作来看你。不过你放心啦，伊逐工哦拢去厝里关心妈啦。阿姊，你先莫想遐多啦，好好照顾你家己，知影无？门会时间已经到啊，请入来。啊，俊逸，你要好好保重，照顾家己吼。佳明，妈妈会过来看你吼。佳明，我可能会找无见。佳明，妈，莫伤心啊啦。我相信阿姊一定会平安无代志，一定会啦吼。阿姊，多谢你搁愿意半时间陪我来社家讲无解代志。袂啦。我嘛唔知啊，我今日来对你想想关照。阿妈即摆也袂精神，是来啦，一定要接受去。所以若要讲和解，可能淡薄困难。这我知啦，啊，不过你若无伫个哦，恐惊我连社会大门都无得入。唉，为着死到死当当啦，我哪讲，拢是阮念唔对。阿姨最近一定足烦恼啊。是啊，为着阮阿姊的代志哦，伊最近食无好嘛，睏无好，啊，所以我着靠劝伊哦，先去庙清修一阵嘛，看心情较好。来，你跟我看阿姊。有啊，伊规人拢散啦，啊，不过伊嘛是硬要讲，袂啦，一切拢真好啦，就是惊我妈烦恼。我想哦。明杰哥一定嘛足痛苦的，
想要到伊身躯头一个案件，竟然是亲手甲家己女朋友送去坐监。是啊，伊身份较敏感，所以无法度出面关心我阿姊。啊，不过我总是感觉代志发生了后，伊甲阮的关系愈来愈生分，敢若差像超过伊要闪避共款。应该是袂啦。伊即马一定真无闲，在找对恁阿姐有利的证据，所以吼，就比较较无时间去看恁啊。而且伊也伫个恁家社家中，伊压力一定真大。你嘛是安尼讲，好啦，明仔。哎呀，你等我下班好不好？哎呀，你看你暗时要食啥？你小去订一个啊。是。啊！你搬回故宫，就要无你看路，足危险的。歹势啊，歹势！你安怎？我无安怎啦，伊即摆受伤，咱就先去病院啦。啊，无这空缺，还是见面就歹啊啦。无要紧啊，这一点伤哪有啥？咱赶紧来社家确定个。哎，小等者，这空缺哦，我先替伊处理者。多谢你。没啦，看你来哦，一定就疼。你来这是要创啥？这不欢迎你啊！夏晨曦，我知影你即马一定还阁足生气，嘛真可能无法度原谅我阿姊。啊，不过我相信我阿姊，绝对毋是迄款会肇事逃逸的人，伊真正毋是故意。所以我真心希望恁会当甲阮和解。和解？迄是无可能的代志。阮阿妈阁倒伫咧病院昏迷不醒。换伊干呐破恁姐啊！阮感觉伤轻啊，我一定会继续上诉，告甲恁姐啊，付出代价。是，较冷静好不好？你安尼讲，我无得解决问题啊。君今日来，就是希望当甲恁好好啊讲，看是毋是讲讲出一个互恁满意的结果。满意？那你讲啊，我应该安怎做才会满意？赔钱哦。无，你是认为讲阿嬷在你的心目中价值偌济钱？安怎？讲袂出嘴啊？亚信，你是安怎要伫替伊讲话啊？我真正想无呢，这件代志你是安怎伫替伊设想？敢讲你袂记啊？过去阿嬷是偌疼你？我无袂记，我只是在想，假使若是阿嬷，伊会安怎处理这件代志？敢会希望讲，看咱大家继续安尼吵吵闹闹？是咧玩笑玩到大细声啊！原来是李亚欣这个不守妇道的查某在替客遐讲话啊！李亚欣，你唔通安尼，离婚了后，著规个人我去客遐迄边，认为前翁的阿妈生死甲你无关系。黄英玲，你莫想过分哦！黄英玲。我讲是就事论事尔，我莫牵拖，我不爱出来去。我哪有牵拖啊？是你收过无钱啊？老公，你有看到无？这就是你阿信的一面无？为着替客遐讲话，啥物话拢讲会出来？还是讲叶家的饭碗较好捧？无你是讲啥话啊？饭会当乌白吃，话莫当乌白讲啦。阿信这毋是你讲的，你莫大概为着要我乌阿信，专讲迄毋是事实代志，白白报，硬要共你遐乌呢你啊！哎呦，见小灯受气啊！
这句话就是在讲恁两个。我话今日哦，无事也讲何家的代志，咱是连工作过来啊。好了，慢走。你也是，我无跟你讲，放手啦，怀里，放手啦，阿丽，放手啦，放手啦，放手，别走，放手啦。人安怎无？无代志啊。不是，你安怎？这个有什么人来先？敢不是跟咱两人吃饭？等下你就知啦。总裁，是。我来。茶捧起来，这杯我敬你。总裁，叫你茶捧起来，你是无？敬你这杯茶，是要感谢你30几年来咧我的辛苦，比甲我斗相共。尤其是我事业要倒的时阵，你会当完全无提薪水，搁咧我的辛苦边安尼坚调的，多谢你。虽然我袂得知影啦，真正的原因是啥物？阿姆哥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确实有跟我斗相共着。总裁，是我对不起你，我真正承担不起你对我讲的多谢。无需要在面头前讲什么对不起啦，因为这杯茶饮了后，你我就缠无到水无流，永远无需要讲什么相欠相。啊！
从今以后，咱无任何的情分伫个，咱就亲像这个杯啊同款，永远无法度搁转来啊。元凯，准备倒三杯茶，敬圣母。决定要认我这个老爸，从今以后，伊就干那会当为一个老爸尔，就干那会当为我拍刀。所以，我爱袁凯敬你这三杯，三杯敬了后，恁两人就无识无识，永远袂当阁见面啊！朱信武，我来讲你有听无？袁凯，你有愿意无哈？爸，我当然愿意。在我的心态，你才是我的爸爸。你放心啦，一切拢无问题。你也先来，少来一个处理，我先走。你是爱搞我听清楚，我阿妈若是有啥物原因，你查某囡仔见伊，就等你去用拐到死。哎，我回不到，我不到就这样，我啊！我真正是袂老，天公伯啊，竟然我有重新过来的机会，我阿爷佫看到我的前路，有人好好徛在我面头前，袂错，真正是袂。我的家庭，我拢已经给伊，啊！唔过伊啥物甲我后生带走，我讲叫我当传伊，杜仁德，你这是何故跟你原谅你？啊！就这样。恐惊是胚胎提无清，把子宫发育，马上动手术，切掉子宫，啊，才有法度保命。医生，不管你有啥物办法，你一定要想办法，把我的子宫保掉。你这边做亨利回来，你是要保护我是？我无爱做一个袂当生囡仔的查某，我不爱，我不爱。医生，紧来，紧急有人啊！世间上痴情的人，敢是我？梦破心碎也不知惊。你对我已经无感觉，犹原将感情放在心肝。世间上解巧的人，敢是你？孤名手段，百花温暖。你放阮孤单受风寒，犹原将爱。